我问的问题吗？这影片可以播出来吗？可以播在学校没关系。好，不能公开，好。喂，我等等等等等等等，林立，我是三，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林立。好，来，快点，拿好，拿好。 可以进。三二一，Action！你好，我是林林。那我们今天要来访问职业。你好，我是林林。他是林林，我是林七林。这段我会卡掉，这段我会卡掉。好，再来。你要这样。你要先注意。你要先注意。 那请问你的职业名称？我在邮局上班。你们要上哪一点？职业内容。我职业内容，我是做后面审核报表的，写审核报表，在审核邮局的日报。这是1月份以前，现在是。 1月16号以后，我现在是邮局的仓库管理员，寿险的仓库管理员。根据他同事金瓜石的邮局董事讲说，这是一个爽缺。我觉得好像1月16号以后会更爽。1月16号已经过了。什么寿险会有仓库？寿险、保单、日报的仓库管理员。爽缺。 那应该没，你不要摇货，爽缺啊！那你不要摇货，日报，日报，好报，可以，好，先，仓库，仓库，仓库，哎，仓库，写两个字叫爽缺就可以了，取代它，应该是，好，我能，好，反正他写，我能再问的问题吗？ 现在还是打乒乓球打到没有，老师打到1:30，打到1:30，因为资讯错误了。现在是问的问题，好，来你快点，好，继续了，写好就继续问。仓库管理员，还有呢，这是他职业啊，那你要问什么问题啊？工作内容还是什么？好，工作内容。 你要小虎，你要问啊。现在要整理档案，整理档案以后又要装，把它装成一袋一袋的。有一点啊，电脑不要晃啊。装成邮袋以后，一袋都20几公斤，要流点汗，出点力气。哎。 但是辛苦的时间比较短，但是空闲的时间比较多，比较自由。哎，还要搬简短的人，就是搬运工，也要当自己搬一个，只有我一个，要搬资料，对，搬档案资料，对。 好，他写的同时，我问的问题吗？这影片可以传，可以播出来吗？可以播在学校没关系。不能公开，好。他可能需要搬资料，对，搬资料。嗯，对啊，我以前最早邮局就是从柜台开始做啊。 做柜台，做柜台，嗯，带过经理，带过存款部的窗口柜台，还有寄信的，都有做过。好，重点整理，以前做过经理哦，带过经理，所有的位置都要带。哦，是哦，代办的所有的位置都要带。所以做过邮局窗口啊，卖过邮票嘛，嘿。 卖过邮票，以前卖过邮票。你要问我，我跟你说，我做什么业务？以前卖过邮票，这样可以了，这样听起来比较像邮局正常一般邮局会做的事情。收信、收包裹，收信、收包裹，对，这就出去送信而已。
送信是外包的，对不对？邮差都外包的嘛，对不对？这是可以考的，对啊，考的，对啊。送信是考的，不是外包的。外包没有分内勤跟外勤，但是说有外包这个缺，但是他们要算重点的。收信，收信。他来开国，开花国。邮差送信就开始就给你其他。金瓜子的，还有在存钱，存钱不错，存提款就是你就写存提款，如果还存钱都可以。存，一天没几封信。存提款或存钱，然后送人送报，你会写的，对。他想做 ending 的，想做 ending。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赞，还要记得订阅我哦，关上小铃铛，可以收到新的影片通知。还要分享和留言哦。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你没有拜拜。拜拜，好。